今天将迎来第一次的辩手淘汰赛，怎么会淘汰人呢？前任再婚之后还要不要继续给钱？我被判支付的是他承诺要给却没给钱。你泰哥钱都没有，你结屁婚啊你？钱才是会让我们的关系负担不尽。有一点强词夺理。哇，你给好低分哦。我觉得我脑袋打结了，现在要带脑子了。全明星辩论会第一位要送回去的选手是。